车子好了没？还没。你如果有你买车子，你再叫我下。尿尿尿好了没？还没。要过一个洞洞，要过一个洞洞才可以的。那门要打开的吗？要全部溜滑梯的吗？还没。霹雳战队出发。出动。出动。我怎么卡住了？我没有打开，霹雳战队没有成功。小乖在帮忙打开吗？我下去了。哎，好奇啊！等一下，我都没来。这个要打开，它才可以下去。准备绿色的出发，再来救护车出发，货车出发。闪电麦昆出发，哇，全部都跑到小乖的小鸟那里去了。等一下，这是我的霹雳车哦。然后他们都是从这里坐电梯上来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另外一边的是下去，哎，限速了。还要带进彩车，它才会带动。真是太好玩了吧！嗯，再进一台车，它才会带动。干嘛？还要再进一台车啊？好，啊，下面的把现在没有车，我们把电关掉，这样才不会浪费电。乖乖，你帮忙把第一层关掉。哦，然后用上面那一层就好。对，我的第一层怎么又开了？哦，怎么又关了？还有车吗？还有。你们都喜欢玩第四。